我叫一下我们车子出来。 像我的那个会飞的那个德鲁克索，回到未来，来吧，德鲁克索在哪里？哦，出来出来 ，A186，白痴就传了一张图片给我，我们一样打开看一下。嗯，这个不是水雷吗？嗯，你传这个给我干嘛？白痴特真趣味、欸。那个任务都已经过完了，还是在水雷。 超不科学，超不科学的那个车子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等待目标离开此区域。他在哪里？来，我们跟着他。 看他要做什么。阿金帅吗？我开直播的时候你就看一下。离岛目标。甩掉警察。 开车还要甩掉警察，太简单了吧？直接这样就甩掉警察啦，超简单。是不是有这种车还是要开这种车啊？谁要开其他车啊？对不对？当然是要判断分值啊！选其他车就落掉了。我们抢劫任务呢，还是要善用工具啊！ 劫任务能出现的武装载具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一台最好用的。伴侣战车可能太慢，所以这一台可能会更好，对不对？速度有，防弹也有，这时候前座的防弹比较差一点，前座的防弹比较差，然后还有上面在发射的防弹比较差，但是火力不错。 你们的画面会卡吗？有一些人说它会卡，其其他也会卡吗？伴侣战争是防炸最防炸的载具。伴侣战争非常应该适当就好了。做任务还是要快一点，因为伴侣战争慢。叛乱分子也是防炸哦，分子防炸又防弹，可是它的前面玻璃哦，还是老话一句，前面玻璃就只有库鲁马的玻璃是防弹的，所有其他任何一台防弹防炸的车的玻璃都没有防弹功能。我也不会来帮忙好了。 躲在那个判断。哇塞，漂亮！我要下车，等一下，我要去另外一台车。我对嘛，这样子就对了。哇哦，他是前后两个人的哎。 哇哦，酷哎，酷哎，简直就跟叛乱分子的弱化版，哎，有弱化版，它有两个炮哎。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台的前后是没有防弹的？叛乱分子的上面那一个人前后是有保护的哦，后面是有保护，前面也有保护的哦。我这一台是没有的哦，所以。 在对干的时候，比如我跟他们互射的时候，我会先死掉，因为他有防弹，他前面有两块盾牌。呜呼，爽欸！看，看到载具就杀。 这是一款真正的飙车游戏啊！哇，这样就爆了、欸，真爽！没有瞄得很准，直接就爆了。哇，超爽！哇，真的很爽。 爽成这样子，这台车真的有快感，跟刚才那个黑神哦，那台黑神火箭车比这差太多了，哇，好玩多了。所以继无厘头的那个战争之后呢，我们就来一个比较愉快的。 而且这样等于我们就有两台这种机炮的车子哦，所以我们一开始选那个叛乱分子进来是对的、啊。叛乱分子真好用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一关叛乱分子就完全可以取代掉这一台，其实可以，猛猛的。 超卡，超卡！血量，没办法哦。现在注意血量也没有什么用。因为我没有那个零食跟那个护甲，一直没有去买。阿金到底射了几下旁分？我看一下啊，超多下，故意要射队友。哇，前面射这么多，是要轰掉的吗？所有会动的东西，哇，真爽！ 爽哦！所以我们过了吧，对不对？还有直升机，把它干掉。哇，这顽强的直升机！ 正在被我大厮杀、大逃杀。我们大获全胜。 应该没了、啊，哦，手可以休息了。过了 ，win now。这个手超麻的一关啊！爽爽的。 那喜欢我这一支影片的话，请在我影片下方帮我按个喜欢。还没去我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的人，也去帮我按一下赞，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